全台湾 CP 值最高的海景步道。哇，上面有喝的吗？西北风，西北风。我们到了三层桥了，在下面其实可以淘金哦，淘气罐，淘气罐。你觉得它是为了什么而建的？成长寿司，是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蒸蛋，蛋吧？真的不是蛋，你觉得是不是蒸蛋？你觉得是蒸蛋？我觉得是蒸蛋。怎么可能是蒸蛋？我觉得那是什么东西？